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老马。都说老马抠门啊，天天就吃10块、20块、30块的小自助。今天老马带大家伙去吃个1000元自助，相当上档次。都准备好了吗？必须的。走，干了他，给上一课。高档超市的感觉就是不一样啊！我操，这个品牌太好了。农民工的土气啊，必须彰显出来，兄弟们，胡子没刮，头发没洗。哎，贵在哪里啊，兄弟们？一会儿你看看你就知道了。快大声哈！这种包装那种啊，又都是精品。这玩意儿可老贵了，就买一个。哇！倒倒倒，大包鱼啊！哎呦，少来两个，一会儿吃好了再来。这大虾行啊？哦，这个海蛎子行，这个大。那跟这不一样吗？不一样，这大呀！我的妈！这整虾！哇，这这么大！黑虎虾好吃。这个啊。啊。我操，这好！哎呀。你滚滚吃啊，急了，胡子哥急了，都现切的，看这个啥肉啊，上脑肥牛，这榴莲那免费吃啊，随便。俺今天就干海鲜，还有这个肉啊，都现切牛羊肉，看今天兄弟们能不能吃回本啊。第一次吃这么高档的地方，真的。咱一人一块2块。这羊肉多少钱一斤呢？藏羊肉也能藏回来。嗯。嗯，你说海胆蒸蛋吧，啊，这个老贵了，这个。嗯，来呀，来来来，一人上上上，来一个，啊，给扎手，别胡，来，这一种行，这一种，行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别手，真是实现了吃肉自由，拍照啦，我的妈，这多呀，啥？他们啊，那个就是那个鲫鱼蟹，鲫鱼蟹，对，嗯，那籽好像不能吃吧，我也不知道，能吃吧，能吃，能吃，嗯，好吃吗？鲫鱼蟹肉味儿知道吧？嗯，这个生蚝啊，挺肥，一会儿弄点海鲜酱汁，碗有点小，你这烤鸭都。哎，有的是，不用管那个，这回有的是。不，我这玩熟，你少漏点又不清不了。啊，好，我怕你们下完筷子，我再下没有了。先下手为强。哎，先下手为强。说的对。你说2814-16，我先加费用。对。第二个说2914-18，两套一起加。对不对？对对对。我就啥菜没了。先来两锅生蚝。哎呦，生蚝猛干，那必须的。我再拿其他的啊，螃蟹，整上，生蚝，整上，整上。哎吧，又两桶。咋这么爱吃生蚝啊？你们呢？别顶大发了，晚上。我喜欢吃这个腰子。腰子。看我胡子哥现在吃的，那家那小脸吃的胖乎乎的，干。满满，这真能吃肉，你看他瘦。能不能回本就靠这一个？啥肉啊？这是肥牛、羊肉。开了，哇！咱们造了有十几桶这个海鲜，干了有30盘。30不止吧？不多不多，不止吗？肥牛咋止30盘？你闹呢？还有那么多的菜，什么羊肉啊？对，我估计1000块钱肯定够了。生蚝在外面买，现在好像30块钱一斤，20块钱一斤，25。五山生蚝啊，对，特别贵，这个我知道了。你这大的没俩就一斤了吧？对。哎呦我去，干点肉肥啊！少蘸点辣呀！哎呦，出溜一下子进去了！哦，哎呦，我造掉20个了，这玩意儿。这谁拿这么多鲍鱼啊？我给啊！你看，非往里倒了，非上来。咱这不吃鲍鱼吃啥？啊！哎呦！干啥？你说多少钱？嗨的！哎呦！哎呦，这真能吃！我的。干干净净，吃饱了没？吃饱了，走啊，回家。今天的饭吃的咋样，兄弟们？爽！小鲍鱼咔咔的给你撸的，太牛了！感谢大伙支持我们八大人团队，往家走了，拜拜。